走里面有一个瀑布哈、哦。对，走这个瀑布就是一个黄金瀑布，会先到一个黄金瀑布，然后你要走更久才会到山卡瀑布。刚好有两个瀑布。对。要看爸爸啊！你在帮你找石头。你在找石头，要帮妈妈找。会走到这种旧桥。前面都比较平啊，摩托车都还可以骑，现在目前走到这样都还是很 OK 的。它有整地过了，说都非常的平啊。哦，已经快到了。就在前方，有水有水，水没有很大，可是还好有水。黄金瀑布，哦，还好有水。哦，这边水好清澈哦。这边水超干净的啦。啊，哇。我赶快拍照，我要干嘛？啊？走走走，但最后你看右边有一个瀑布。走好，哎，尽量不要走到青山。哎，好，好，哎，帮我跟侯小姐拍一张，转过去。有一个要跳，这边比较深哦，看就知道了。这边比较深哦，它躲那里比较浅。黄金瀑布完之后就继续走，会再看到第二座荒废的桥。好处就是稳定性高啊，嗯，哎，嗨，哦，太阳出来了，超热的，完全没有遮蔽物啊，现在就只能继续走了，有队友落单了，慢慢看一下镜头嘛，你看，啊，走吧，快看，整个都是汗啊，要不要擦好？哦，不要，不要擦。这边大石头越来越多了。走到后面第二桥过来，就开始大石头会越来越多，平坦的路会比较少了，都是像这样的石头路比较多。哎呀！好，走到了，然后从这里，这个就是路口，切进去。
就往这边开始走，就要去山卡瀑布。不要走过头，要走到这边。他会刚好遇到一个大石壁的转弯，就马上到了。然后这边就有水，就可以开始往里面走。好绿就不要踩啊，那个青苔这样很危险。啊，宝宝，你刚才都没在拍哦。有啊。有。可我看你手一直这样摆着呢。好了，不要再把脚用湿了啦。啊，等一下。从这边斜坡爬上去。什么？是陷阱？还有陷阱？真的假的？进来之后，大石头更多了。几乎都是大石头了。还蛮远的，我知道。听到声音了，再继续往这边走就 OK 了。快到了，都是像这样的大石头，要稍微攀爬一下就好。已经看到了。哎呀，在那边。有了有了，看到了看到了。这就是山卡瀑布。到了到了，山卡瀑布了。走，我们往上去看看，还有点滑。哎呀，哇！这个好刺哦！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！你看，哇，超棒的啊！这个水超级
干净，游泳应该也没问题。超棒的，看。跟往这边下去，哦，这个还可以溜滑梯，不错不错，哦，这边超棒，这个水超酸，来，我们注意看一下，好想雨要。侯小雨脱衣服了，要下水了。上面更棒哎，可是上面太深了，侯小雨应该不行。对啊，这边就好了。爽不爽？冰一下就好了。啊，直接下去就好了啊。你快快下来，很轻耶。快点，直接一口气下去啊，一口气下去就不会冷了，跟你说真的。快点，大家都在看。大家都在看你表演。你跟着你来。快点。我来就我来。你走到那个浮口就好了，那边很深的那边不要再去了。哎，走到那块浮口，大浮口那里。可以好做的做的。哎呀，来，这就是要这样。再帮我看一下，有应该有进去了。有进去了。有。好像有那个，是吗？确定。哦。哎呦，好厉害！你要跟，很深呢，你要跟。哦。滑滑滑，你家破掉那边，多爽啊！啊，好累啊！不会吧，过来啊！好的，我跟你爸爸在那边没关系的，没有人过来。要不要下来？啊，雨花，你要不要下来？真的吗？我们这种。哦，快点，你眼睛还是不会冷的。哼，哎，耶，这边是。山卡瀑布，耶！好啦，你们就不要在那边。那个给爸爸看。哦，终于帮下去游泳啊！我开心的了。老公回来吗？可以了，走爬去。他有时候很冰冰，这样会做不了，但妈妈太冰了，真的很冰啊。当然了哈，不，而且他潜水都很冰啊。太强了，太那个了。一般人是那里在那里抓的那个。啊，上来。那边还有一个更大的，那边也会玩水。对啊，可以。可是他说猴子很多啊，他那个，就是他听你说的啊。猴子很多可以讲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很大的呢，它还有比这更大的哦。这水果是啊，哎，水果呢？水果。就在这里吃午餐，还可以游泳，多棒！我要拍游泳的地方。刚刚一方也有游过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往前往回走了，然后再走回去刚刚那个转弯的地方。转弯的地方，我们再往上走。听说上面还有一个。旧的来意瀑布，
是听说是在88风灾前他有去过，现在还有没有在不知道，我们就试着走看看，反正都走那么远了。OK 吗，我翔宇？可以啊。刚好路走。嗯。我们走了，成功啊！别说，看不住。哦，我们走出来之后，就又遇到原本主要的河床。那我们往上走，本来是刚刚是左边这边过来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再继续往上走，去找看看。来，出发。这边的石头越来越不稳了，而且越来越难走。前面看起来好像那个也像瀑布，那个很高很远，等一下走过去拍就知道了。继续往前走，到了，应该是这个。我们等一下往前走看看，确定一下，应该是没有错。这个应该是刚刚阿伯跟我说的。这个要远看应该好看哦，近看应该是不好看。我们爬上去看看上面的，哇，上不去了。只能到这里了。就没办法上去了，而且不能玩水。这边要上去又有点困难。嗯。刚没有上去。这个远看是还不错啦，近看还好。比如水量大的话，应该是不错看。这个应该是阿伯说的旧来意的旧瀑布啊，这个在 Google 上面是查不到的。这是山卡瀑布，继续走。那我们还可以再往前走，往前走还有什么不知道？我们再走看看吧。走了，再往前继续走，往前继续走还有哎。好了，结束了，我们就不走了，因为这里再走下去应该是没有了，就应该是刚刚那个瀑布而已，说回程。
这边可以游泳玩水。你游过去啊，你不是会游？游给我看，快点，快点啊！不会，在一方来游。不然你乱游，乱游我看看，游一下。不会沉下去。不会。那我游都怎么游的？我都抓石头，然后这样慢慢游。狗爬式。狗爬式是那种没有抓到石头的，可是我没有抓到石头，我会沉下去。哦，那水已经到。快到肚脐了，我、哦、这边真的水有点深，也是到肚脐了。我要游泳。我说这边水已经到我的肚脐了。嗯。你看你有没有？哦，我们从那边走过去。啊。很深哎。我的手沾湿了。哦，到肚脐了，你看。哎、欸，还蛮深的。可是底下走。那我要蹲着的吗？啊？那你站起来啊！哦，你站起来到肚子而已啊。哇。哦。哦这里就冷了，这里就深了，这里就比较深了。嗯，我脚脚拍了，我脚脚拍了，我马上就。对，慢，要不要下来游？很深呢。这里就比较深了。哦，小心呐。冰了，冰了。穿着拖鞋怎么游？可是我觉得这样踩脚底好痛哦。去啊，走啊！咻！走啊，要过来了。太深了吧？要点用就好，点用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的。对啊，啊，中间是真的。中间对啊。